今朝是2023年5月9号，这样天气老好，帮一个闺蜜约了一只餐厅吃吃饭，然后再去走路滨江大道。搿只好像是朗朗开的一只地方啦，我也不晓得，大概是边吃饭边有音乐听啊，好像已经听到音乐声音了，感觉好像蛮嗲的。进一进来，我想订户外的，不晓得阿拉朋友伊欢喜伐？搿两只户外的蛮灵的，我看中了，应该勿热的。坐辣搿只，又靠滨江的，吃吃聊聊天，挨下来走走路。办公室嘛，还蛮有办公室嘞，是吧？还有办公的人。